CYZ， 谢谢我们两位选手。哇哦，哎，好像提前看到了这个后面的比赛的感觉。好了，第一场就这么的精彩啊！我们评审老师也相当的头痛，会不会出现三个叉叉的情况呢？三个叉叉才会平手，或者是两边各得一分。好，再说明一次。OK， judges， three， two， one， 恭喜汉娜。给我们的 DYC 一个热情的掌声加尖叫，谢谢，帅哥，帅哥。